鸡翅不要老是拿来可乐了，做个蒜蓉鸡翅也很好吃。鸡翅从中切开，放料酒、生抽、两勺偶尔凉腌料、蚝油，抓匀腌制一小时更入味。油热均匀的摆上鸡翅，多翻几次面罩至两面金黄捞出来。另起锅爆香蒜末，倒入鸡翅，翻炒均匀，翻一把青红椒出锅，又香又软，我家两个孩子都喜欢。